同事操哥，源于不公，爸爸要跟后妈离婚。虽然嘴上在问我和妹妹到底要跟着谁，看向妹妹的目光却带着期许。这次我毫不思考地扑到后妈怀里，小手依赖地攥紧了后妈的衣服。妈，我不要离开你。妹妹很懂事地走过去牵起父亲。姐姐，既然你想要，那我让给你。我在她看不到的地方隐去笑意。让给我？那你就把你上辈子拥有的一切都让给我吧。谁叫你从小就是圣母，而我是天生的恶种呢？爸爸牵着妹妹把后妈送到了门口。桃心，你别后悔。桃心就是我后妈。季桂英眼中闪过讥讽和不屑一顾，她大男子主义惯了，觉得后妈没了她不行。她婚内出轨被后妈发现，后妈果断提出了离婚。后妈挽着我没有回头。不远处传来汽车的轰鸣声，一排豪车迎面奔来，轮胎发出刺骨的摩擦声，瞬间滑行过弯。为首的车停在桃心面前，下来了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，他毕恭毕敬地站在桃心面前。大小姐，老爷让我来接你。震撼的场景和前世一模一样。我这个后妈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是上市公司的大小姐，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公主，因为叛逆和父亲闹翻了才来底层体验生活，遇到了季奎因，被他的甜言蜜语哄骗得晕头转向，不顾所有人反对结了婚。可有钱人总是有试错的底气，他才能在离婚时毫不犹豫地抽身，看不上季奎因的仨瓜俩枣。没关系，我马上也是有钱人了。我笑得更甜了，紧紧握着桃心的手，好似一对亲母女。姐姐，我舍不得你。季夏夏跑过来想要抱住我，水灵灵的眼睛看着单纯极了。我微微轻笑，漆黑的眸子却不见半点波澜。妹妹，你要乖乖的。我伸出手抚摸季夏夏的额角，那里有一道很细小的伤疤，可以看得出年岁已久。季夏夏不自觉的瑟缩，眼中闪过一丝惧意，却强撑着镇定，装出一副姐妹情深。那是我亲手造成的疤，我亲手把她推下山坡，山坡很陡峭，还有刺人的荆棘。季夏夏明明滚了很久，失去了意识，可最后也仅仅是留下了一道这么小的疤痕。我在心底冷笑一声，长长的睫毛遮盖住了眼下的厌恶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季夏夏这种害怕的要死，却还要装得善良懂事的样子。所有人都很吃她这一套，除了我。他们说我是天生恶种。我妈说生我的时候很折腾，恨不得把她的肚皮踹开，她憋得脸色青紫，动一下都要喘，靠着吸氧才生下我。可我竟然是个没带把的。爸妈当初检查时听说是个儿子，才忍着生下我。我出生后，我妈恨不得一把掐死我。季奎因更是嫌我晦气，认为是我占了她的儿子。第二胎，他们满心欢喜。可季奎因命中没有儿子，又是个女儿。明明是一样的性别，他们却很喜欢季夏夏。季夏夏一出生就给季奎因带来了好运，生下她的头天就中了100万的彩票，摇身一变成了暴发户。夏夏听起来就很耀眼，而我叫晚秋，凄凉无比，也对应了我的结局。上一辈子我死得凄惨，尸体散落郊外，野狗分食，血肉模糊，这都是因为季夏夏。她是圣母，而我就是天生恶种。我从小就被叫冷血动物。他们说我眼睁睁看着妈妈从井口跌进去，也不哭不闹。她扑通了几下往上爬，大喊救命。可我没有理会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慢慢沉没进井底，然后神色如常地吃饭睡觉。季奎因嚎啕大哭，骂我是狼心狗肺的白眼狼。可那个女人打我骂我，逼我在寒冬腊月站在外面不许进屋的时候，他们一家三口没有我的份，把我当成小奴隶，动不动就不许我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从没有顾念过我。更何况这一切都是季奎因的设计，他刻意在井上动了手脚，这是原本稳固的石头变得承受不住任何一点重量。他发达了，看不上糟糠之妻，嫌弃他人老珠黄生不出儿子。我妈死了，还为季奎因赚了一笔保险，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。要不是我，那个老女人知道自己的枕边人竟然是个这样的败类，不知道该有多失望。我明明是为了那个老女人好。对了，也是因为我桃心才能这么快就发现季奎因出轨。要不是我发现季奎因衣服上的口红印，问桃心这是什么，桃心也不可能那么早就看清季奎因的真实面孔。可惜他们都不懂我的善良。可是没关系，我重生了，现在只要桃心懂我就好了。后妈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抱着一只瘸腿小狗，那是我几天前在后院捡的，被大狗咬断了一条腿，奄奄一息的哀嚎。我求桃心救他，他看起来那么可怜。桃心心软得一塌糊涂，抱着我说我是个善良的小姑娘。我笑着把小狗交给桃心，用最快的速度跑到房间里，拿着纸巾把手擦了快褪了一层皮。只有季夏夏那种没用的人才会喜欢这样软弱的东西。我真正喜欢的是那只张着獠牙的狼狗，它也足够听话。我只会它克制一点咬，它就只咬断了小狗的一条腿。上辈子季夏夏就是凭这些可笑的善良，让后妈偏向她，带走她，把我留在了那个贱男人身边。后妈要我上车，我却有些犹豫，踌躇了好一会，忽然转过身，飞奔过去抱住季夏夏。妹妹，几天后见。我贴在季夏夏耳边喃语，毕竟没了季夏夏，我的生活不知道会丧失多少乐趣。我上车时明显感受到桃心看我的眼神更加温柔了，她被我的姐妹情深打动了。爱里长大的女孩就是很容易相信世界是善良的。我被带回了陶家，陶老爷子很不喜欢我，从进门开始没给我一个好脸色。我躲在陶心身后怯生生的，但见了人却又一点也不扭捏。陶心让我叫什么我就叫什么。我看啊，那种地方来的别的没有，就是浓妆。陶老爷子冷哼一声背过身去，我眼中闪过一丝暗芒。我在陶家住下了，家里没有孩子，所以除了陶老爷子其余人都很疼我。我摸着柜子上价值不菲的古董，原来季夏夏上辈子就是过的这种生活呀。才几天我就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，从一个小土妞变成了大小姐，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讨好我。可还不够，陶家别墅旁边有一个仓库，陶老爷子宝贝的紧，里面都是他的字画，年岁很久了，可他不许别人碰。年轻时陶老爷子附庸风雅，喜欢字画，偏偏没有这个天赋，被艺术界批判的体无完肤，后来经商也就搁置了。这些字画成了老爷子的禁忌，时不时就要拿着叹息怀念一下。偏偏那几天天气干燥，又刮着偏风，里面的电器短路导致仓库起了大火，老爷还在里面。人群里一个人惊呼，
不等众人反应，我一溜烟的钻进大火，浓烟笼罩，模糊了众人的眼。陶心急红了眼，这要挣脱佣人的束缚冲进去。黑烟中走出一个步履蹒跚的人影，是满身烟尘的我，背上还背着一个晕过去的陶老爷子。我冲陶心勉强一笑，下一刻就晕了过去。高烧了一周，住了一个多月的院。出院之后，陶奶奶心疼我，一边为我喝粥，一边责备陶老爷子：“都是你，要不是这孩子是有知恩的。”陶老爷子低着头，愧疚的说不出话。我的喉咙受了伤，声音嘶哑：“别骂爷爷，我没用，没把爷爷的话救出来。”陶老爷子瞬间红了眼。病好后，全家人都更疼我了，陶老爷子更甚，俨然把我当做亲孙女。他们给我办了手续，转到了贵族学校，让妹妹和我一起好不好？我眨着眼睛，看起来单纯又善良。陶老爷子眼底闪过赞许，他们同意了。很快我就见到了季夏夏，被一群小朋友围在中间，一件地摊上9.9的公主裙，不错的拽着衣角：“你们的衣服还不是你们爸妈买的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季夏夏眼神巨傲，努力往身后藏的书包还是显示出她内心的自卑。我被一群人簇拥着，像个耀眼的公主。我是陶家唯一的孩子，陶家有头有脸，家里大人都要他们来讨好我。贵族学校的小朋友普遍早熟，早已深知利益至上。你没有校服吗？我给你买吧。我主动挽上季夏夏的胳膊，施舍地朝她示意，和上辈子一模一样，只不过角色调换了。而上辈子季夏夏说的真心实意，而我只不过是装出来的。她可是圣母，想必也不会在意吧。老师来得很快，我主动和季夏夏坐在一起，她的丑小鸭更能显得我的衣服华丽精美。课上到一半，有个男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，招呼也不打一下。老师显然习惯了，只是警告了他一声。贵族学校的孩子，他责骂不起。顾寻川，老师不是告诉过要懂礼貌？男孩没搭理他，反倒把打量的目光放在我和季夏夏身上。顾寻川，我甜甜冲他一笑，好久不见，季夏夏的舔狗。他显然被这笑弄得猝不及防，脸上泛起红晕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姐姐不要害人。季夏夏轻易看穿了我眼底的恶意，她是圣母，天生就是来拯救我这个恶种的。吃饭的时间，我抛下季夏夏，主动找到顾寻川。我叫季晚秋。我伸出手横在顾寻川面前，顾寻川冷眼看着我，低头慢条斯理地吃自己的午饭。我看准时机，一把抓住他身上的胸针，扭头就跑。刚坐到位置上，顾寻川就黑着脸追了过来。还给我！突然我爆发出尖锐的惊呼声，接下来躺在地上打滚，抱着脑袋嚎啕大哭。老师，顾寻川掀我的裙子，我红着眼，既委屈又可怜，一下吸引了整个餐厅的目光。我没有，顾寻川气急了，指着我说我抢了他的东西。老师被整晕了，不确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。老师，我可以作证，是季晚秋抢了顾寻川的东西，可以调监控。季夏夏大义凛然地护在顾寻川面前。我勾唇，这么喜欢打抱不平啊？可食堂的监控今天恰好坏了，胸针不是在你身上吗？人群中一个小姑娘突然开口，指着顾寻川的衣服，一枚精致小巧的胸针好好的戴在顾寻川的衣服上。她百口莫辩，不知道怎么解释。我都看到秋秋主动和她打招呼了，小小年纪就这么猥琐。还有季夏夏，不是秋秋的妹妹吗？怎么帮着外人？一看就是嫉妒呗。顾寻川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季夏夏也不遑多让，身子摇摇欲坠，满眼不可置信。小小的魔术而已，还要感谢上辈子季夏夏亲手把我送进了夜总会。顾寻川被叫了家长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悠哉悠哉地看着满脸惧意的顾寻川，时不时挤出两滴虚假的眼泪。一阵极快的脚步，我还没有看清来人，顾寻川已经被一巴掌掀翻在地上。我替我儿子向你道歉。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温柔地摸摸我的头，往我手里塞了一串珍珠。说是道歉，她的眼里却尽是高高在上，似乎断定我一定会接受。真熟悉啊，上辈子也是这样。我被顾寻川造黄谣，被他关在厕所淋干水。顾母找到我时也是这种眼神，施舍的，不屑的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看这女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她一个字一个字看着我说的掷地有声，不过就是孩子们的玩笑。等我回过神，就看到她略带警告的将一沓钞票放在桌子上。教育孩子还是要趁早，我看顾寻川天性或许就如此，也不是我造谣。上辈子顾寻川确实祸害了很多姑娘，都是顾母帮忙善后。顾母沉下脸来，眼神冷厉：小姑娘，你后妈没教你怎么说话吗？她蹲在我面前，手放在我胳膊上轻轻使劲。寻常小朋友可能都会被吓坏了，可我可是恶种。我妥帖地把珍珠放进口袋，开始倒在地上哇大哭，尖叫，扭曲，阴暗爬行，蠕动，痉挛，一双手护在顾母脸上。我要报警，她打我。一边说一边露出胳膊上的青紫。我是一流八体质，一点磕磕碰碰在我身上都可不至极。陶心赶到了，一耳光打在顾母妆容精致的脸上：不要脸的老东西，谁准你碰我女儿？顾寻川的耳光在左边，顾母在右边，一对母子倒也对称。陶心来了，事情迎刃而解，陶家他得罪不起，最后只能咬着牙赔罪。走到门口，陶心拉着我，冷漠地看着不远处的季夏夏。夏夏，她是你姐姐，你就算嫉妒她也不能帮着外人。季夏夏煞白着脸，瞬间红了眼眶。我躲在陶心身后，遥遥冲她笑：小圣母，我比着口型。可季夏夏好像自带光环。没几天，陶心又恢复如初，笑着要带我们俩去买衣服，看着她的眼神也充满了心疼。季奎英整天忙着酗酒赌博，根本顾不上这个女儿。秋秋也帮妹妹挑一挑。我懂事地点点头。到了商场，每次陶心摸着一件衣服，我都会说好喜欢，抱着陶心的胳膊亲亲热热地讨论。季夏夏跟在身后完全插不上嘴。我想吃蛋糕。快结束时，季夏夏突然开口：今天是季夏夏的生日，可季奎英哪里会记得，那个女人死后就没人给季夏夏过过生日了。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反正我从来没有过过生日，没人喜欢我，也没人记得我的生日。陶心爽快地给季夏夏买了一个6寸的精致蛋糕。坐在餐厅，陶心把切下的第一块小蛋糕递给了季夏夏。季夏夏接过蛋糕没有吃，反而递到我面前。
姐姐，生日快乐。我和姬夏夏的生日在同一天，只是我从来没有过过生日。我装作感动的接过蛋糕放在面前，等姬夏夏也拿到一块蛋糕，我贴心的提醒陶心她脸上的妆花了，她要我们别乱跑，她去洗手间。这个功夫我噔噔的起身跑到对面姬夏夏身边，谁需要你假好心的善良，真是让人厌恶。我摁住姬夏夏的脑袋，一把摁进她面前的蛋糕里。去你妈的，姬夏夏尖叫一声，新买的衣服上沾满了奶油，狼狈极了。陶心回来的时候恰好看到我给姬夏夏擦着身上的奶油。怎么回事？陶心有些怀疑我。是啊，妹妹怎么回事？我也故作惊讶，把问题抛给姬夏夏。姬夏夏勉强撑起笑意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我在心底冷笑，真是圣母啊，宁愿委屈自己。送她回家的路上，她收敛了神色，严肃地看着我。姐姐，我知道你现在不是出自本意，你只是控制不住作恶。她天真的安慰我。我会帮你的，我一定会拯救你，把你变成一个好人。我没有搭理她。所谓的拯救，就是把我扔下深渊，告诉我身边的所有人我有病，报警说胡杀人，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吗？我可真是谢谢你。我告诉陶心，是姬夏夏不喜欢陶心买的裙子，故意打翻了蛋糕。相处已久的女儿和有过隔阂的孩子，陶心当然相信我，她开始疏远姬夏夏。而我待在陶家一路上到了高中，成了所有人口中的陶家小姐，姬夏夏却泯然于众人，成了人群中的格外暗淡的丑小鸭。学校分成两个部，一个是贵族靠身份才能上的，另一个就是普通的部，是姬夏夏待的部。好几天没见姬夏夏，我特地去对面的楼找她，正巧遇到她被欺负，衣服被扯得七零八落，书包也破了好几个口子。姬夏夏哭红了眼，我要告诉老师。姬夏夏不甘心地咬着牙，妹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他们都还是孩子，我相信他们会变好的。我皱着眉蹲下身，苦口婆心，一字一句，一字不差，都是上辈子姬夏夏劝慰我的。这所学校本来就是专门为那些少爷小姐建的，根本不关心那些普通的学生。我上辈子待在一个混混班级，成了所有人口中不学无术的混社会的人。姬夏夏联系上我的老师，说我打架斗殴，供出了我身边的一群人。我们被教导主任处罚叫家长，一个女孩为此还被父母揍得差点退学。因为姬夏夏是我妹妹，他们就记恨上我，认为是我指使的，对我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校园霸凌。那时姬夏夏只是哭着给我上药，姐姐没事的，我相信他们不是故意的。在她眼中，除了我是恶种，所有人都是好人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我再次看见姬夏夏，她身边跟着一个男人。姬夏夏看着他，眼神亮晶晶的，满眼的崇拜与欢喜。她喜欢徐云来，这也和上辈子分毫不差。我看着上辈子我喜欢的男孩跟在姬夏夏身边，眼中的温柔都要溢出来，真够恶心的。我在心底冷笑，上辈子是我先遇上了徐云来，为了得到他，我设计买通了他的朋友，他们打赌让徐云来找出门见到的第一个女生做女朋友，而我刻意等在门口。在徐云来出来的那一刻，我被姬夏夏拉走了。姐姐，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去祸害别人？姬夏夏满眼的指责。她代替我走向了徐云来，第二天他们就成为了男女朋友，而我成了想要插足妹妹恋情的第三者。这次我含笑走向徐云来，落落大方，你好，我是季晚秋，姬夏夏的姐姐。我清楚的看到姬夏夏眼中升起的紧张，原来姬夏夏这样的圣母也会有占有欲啊。送走了徐云来，姬夏夏向我解释，她和徐云来认识，是徐云来在她受欺负的时候出手为她打抱不平，英雄救美啊。我眼中闪过一丝无趣，不过对姬夏夏还真是有效，提起徐云来，她语气中就是抑制不住的欢喜。我也觉得那个男孩很不错，把他让给我呀。我直勾勾的对上姬夏夏的眼睛，姬夏夏的笑意僵在脸上，姐姐你开什么玩笑？我笑得前仰后合，摸着她的脑袋，看你紧张的样子，姐姐怎么会抢你的男人呢？毕竟我可没你那么贱。我对徐云来感过兴趣，在他成为姬夏夏的一条狗之前，也多亏了徐云来，上辈子我才能够被篡改成绩上了一个大专，那么顺利的被警察找到，被送进了最好的精神病院，以至于后来在逃脱的时候被野狗咬死，连个全尸也没有。季夏夏真是走了大运，她的真实身份是徐家太子爷的私生子，是太子爷白月光留下的唯一一个孩子，太子爷给了她万千宠爱，她动动手指就让上辈子的我没有了翻身的机会。也是季夏夏一向好运，好似带着光环似的，真想知道我这个倒霉鬼和她碰到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呢。上辈子季夏夏告诉所有人我不正常，我要是去了没有人认识的地方是要出大事的。季奎英很听季夏夏的话，逼着我更改了自己的志愿。我喜欢的天涯海角没有季奎英的地方被彻底撕碎了，他们强硬地改了我的志愿，让我上了本地的一所大专。季夏夏眼眶都是泪水，看着被季奎英打得奄奄一息的我，止不住哭泣，姐姐我都是为了你好。而他则去了全国知名学府，成了人人羡艳的高材生。季奎英逢人便炫耀说季夏夏有出息，只字不提他还有个大女儿。为了摆脱季奎英，高三的时候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，一个人躲在黑漆漆的刮着寒风的角落背书，原本以我的成绩也是可以去名校的，可他们毁了我，还要说是为我好。徐云来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，上一辈子在姬夏夏的帮助下才考了个本科。徐父对姬夏夏感恩涕零，给了姬夏夏很多支持。可这一辈子，徐云来显然没有被姬夏夏说动，依然我行我素，每天吃喝玩乐，连带着姬夏夏也多次出入那些不正当场所。作为姐姐，我怎么能看得下去？我当机立断，把照片发给了姬夏夏的班主任。第二天，姬夏夏全校通报，姐姐，我相信我可以改变徐云来的。她丝毫没有在意，依然跟在徐云来身后，学习倒退，多次旷课。老师看她的目光越来越失望。他这辈子还不知道，他的班主任实际上是全国最大学术研讨会的大佬，当年赌气才来的这所学校。上一辈子，姬夏夏就是凭借着这层关系被引荐了一众大佬，成功得到学术圈的赏识，走个保送。这一辈子，姬夏夏没有了这个机会，他走了高考这条路。分数出来那天，姬夏夏立马联系到我，姐姐，你不能离开这里。这一次我没有反抗。好啊，那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姬夏夏罕见的犹豫了，我毫不意外。
这就是季夏夏，未经他人苦，爱劝他人善。你不是要来拯救我吗？为什么连这点小小的要求都做不到？我立马变了语气，我说出了那所大专的名字，果断挂了电话。很快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，季夏夏兴冲冲的来敲陶家的门，他邀功似的把录取通知书摊到我面前，是那所大专的名字，真是可惜了。本来季夏夏的成绩再不济也能上个211的。我虚情假意的叹了一口气，缓缓从柜子里抽出我的录取通知书。国外知名高校的 offer 在高考前我就申请了。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堕落？我满眼的失望。季夏夏眼中藏不住的震惊，眼泪控制不住的流下了。你骗我，你骗我！激动的声音把陶心吸引下了楼。他蹙着眉问我怎么回事。我也不知道妹妹怎么能犯糊涂，为了一个男人报这所学校。徐云来的志愿恰巧也是这所学校。你怎么会知道徐云来的志愿？难道我的傻妹妹终于聪明了一点？我承认我是故意的，我是看不上了徐云来。可上门的狗我怎么舍得拒绝？我就吓了被打晕在巷子里的徐云来，他就此粘了上来。姐姐长姐姐短，我不许他这么叫我。我说我已经有了一妹妹，是别人的姐姐。徐云来不是个正常人，上辈子我就知道他异于常人的偏执，喜欢嫉妒。再次见到徐云来，他就待在季夏夏旁边，看着我满眼挑判。我看懂了他眼睛里的意思，这就是你妹妹。不过如此，我一定会毁掉他的。徐云来一开始就是我安插在季夏夏身边的一条狗。姐姐，我以为你已经变了。他崩溃的冲我吼出这句话，转身就走。我没有理会，我知道他还会来找我的。他以为我整天不学无术，在学校混日子。贵族部可不养闲人，都是为了出国做准备的各个地方的成人。在他心里，我始终是那个只配得上大专的恶毒坏种。可事实上，为了出国，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你就算成绩不好，陶家也养得起你。陶老爷子拄着拐杖，满眼心疼。为了做准备，我已经瘦了好几斤，本来就纤细的身体薄得像一片纸。我立刻贴心安慰，让老爷子放心。我要的可比老爷子想的要多得多。第二天，保姆告诉我，季夏夏又来了。这个人可怜的不行。我下楼时，季夏夏正坐在客厅，缩着身体，脸白得像纸一样。一看见我就扑过来，姐姐你救救我，爸要把我卖了。我面无表情地听他说完。其实整件事情我比他还要清楚，毕竟这是我上辈子亲身经历的。上辈子我跟了季桂英，他本就讨厌我，因为喜欢的女儿跟了别人，他看我更加不顺眼，把我当成撒气包，经常拳打脚踢。在上课的时候，全班的小朋友都穿了很薄的衣服，只有我裹得厚厚的，热得全身发红。老师让我脱掉，我犹豫着才缓缓露出身上的伤痕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。其实那天季桂英没有打那么厉害，腿上肚子上的都是我自己拿着棍子打的。打着时候想着季桂英的下场，疼也就变成一种取悦的爽。老师果不其然脸色大变，他报了警，季桂英被抓走了。我以为我可以得到自由，可没过几天他又被放回来了。我被打得更厉害了，是季夏夏买通关系把人赎了出来。会变好的，姐姐她是爸爸，你不能这样的。他一边哭一边把我拉进深渊。后来季桂英赌博把当初中彩票的钱输得血本无归，反而赔了不少。他欠下的债想要我给他还，他让我去夜总会陪酒，让我陪人家睡。这一次轮到季夏夏了，只是陪酒不会怎样的。我体贴地安抚他，他突然扯大嗓门质问我怎么能这样。你果然就是个天生的恶种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没有否认季夏夏的本意是想要借钱，可我哪有钱，我姓季，他们可都是姓陶。没关系，我在外面等着你。季夏夏迟疑了，他同意了。第二天我带他去了夜总会，特地嘱咐经理要对他好一点。等到了晚上，季夏夏兴冲冲地出来了，手里是一箱钞票。事情比他想的要简单的多，只是倒个酒，偶尔唱两句歌，便摸摸小手和大腿。我把他送到了楼下，他在下车那一刻犹豫了，看得出这笔钱他不想给季奎英，那么懂事的女儿还是在金钱面前折服了。我缓缓合上车窗，傻丫头，陪一晚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这都是我交给经理的。你真是个好姐姐，经理献媚的笑容浮现在我眼前。是啊，你可真是走运，有我这个好姐姐，上一辈子我可没有这个运气，待在这里被打被骂都是常态，遇到猥琐的客人还要笑着附和，几次都差点失去清白。可我是个好姐姐，当然要先给个甜枣。季夏夏开始变化了，服饰越来越风尘，妆容越来越浓，她开始失去了眼中的单纯，遇到只由的客人也越发游刃有余。没几天我还接到一张朋友发来的图片，是季夏夏和徐云来在酒店的背影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我怎么可能不懂他们干了什么。我没有去问季夏夏，反而是徐云来主动找上门。我也没想到他变化这么大，这么骚。他眼中闪过一丝趣味，又惊慌失措的想要去抱我。不过姐姐你相信我，我对他只是玩玩，对你才是真心的。马上开学他就要出国了，让他爸买的学籍离我学校不远。你还记得你向我保证过什么吗？我饶有兴趣的往他身下打量，比了个刀子的手势。一旦背叛我就变成太监，这可是徐云来亲口向我承诺的。还不等我看到徐云来的决心，夜总会的经理给我打电话，季夏夏辞职了。我找到季夏夏的时候，她正在收拾东西，她要离开季家。怎么回事？季夏夏摇摇头不肯说话，刻意将手背到身后。我还是看见了她的脸上有明显的巴掌印，不用猜都知道是季奎英打的。看来他们出现了金钱纠纷啊。没事的，很快就会好了。她眼中竟发出光亮和希望，她被星探选中了，马上就要出道成为大明星了，她马上就可以摆脱这一切了。我在心底冷笑，这不过是我前世承受的千分之一。妹妹你不是要我忍忍吗？你怎么就不能忍一忍？姐姐支持你。我拍了拍季夏夏的肩膀，等你出道那天，姐姐一定给你送上大礼。上一辈子季夏夏同样也是被星探挖掘成为了大明星，在盛极一时却被扒出来有个在夜总会工作的姐姐。还不等季夏夏反应，徐云来就为她扫除了障碍。我被扫地出门，徐云来立刻发声明承认季夏夏是自己的女朋友，说我和季夏夏没有丝毫关系，还要告那些人造谣井号棒。徐家继承人的恋情可比一个姐姐戏精的多，我很快被人遗忘。
大家都在网上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这次身份发生调换，没有了陶家的保家护航，我很期待季夏夏接下来的表现。季夏夏无疑是美帝，遗传了季奎英的全部优点。当初季奎英也就是凭着一张帅脸，才让陶大小姐屈尊降贵。我很快就在电视上看到了她的身影。陶心还很惊奇，指着季夏夏问我怎么回事。我笑着拍了拍陶心的手，她说她想出去闯闯。季夏夏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学业，把全部的精力投身于娱乐圈。毕竟富贵迷人眼，躺着来钱的日子谁能不爱？我和季夏夏失去了联系，只能在微博上看到她的 IP 全国的跑。季夏夏越来越红，粉丝数量越积越多，而我要出国，无暇顾及国内这边的状况。可是没关系，还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眼。又有人来挖季小姐的过去了。夜总会的经理不知道第几次打给我，压下去你还要多少？季夏夏能清清白白的走到现在，少不了我的功劳。没关系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早晚我都会让季夏夏还回来。等我一年后回国，季夏夏早已不复当初快诺的模样，她变得灿烂耀眼，在舞台上熠熠生辉。你怎么做事的？她指着助理的鼻子，不耐烦的翻白眼。富贵迷人眼，她在见到我眼中没有了当初的洁净，反而变得谄媚势利。圣母不再是圣母了，可恶种还是那个恶种。我约了季夏夏去吃饭，她特地全副武装，戴着墨镜、帽子、口罩，怕被人认出来。说这话时，季夏夏眼底的骄傲显而易见。是啊，妹妹已经是大明星了。下一刻，真的从拐角窜出来一个黑影。季夏夏，你去死吧！那个人手上握着一瓶黄色的液体，趁着季夏夏没有防备，尽数泼在她的衣服上。啊！季夏夏尖叫一声，瘫坐在地上。我看向她下意识护在小腹的手，露出清浅的笑意。好戏要上演了。那人跑了，季夏夏拉着我的袖子，要我报警。我这没十分不满。妹妹，她看起来年纪还小，一时冲动也是正常。难道你要毁了她的一辈子吗？季夏夏哭喊着，看起来十分紧张。那我呢？我差一点死。她看向身上泛黄的液体，我忍不住向后退，有一股尿骚味。那个淡黄的液体是尿。饭没有吃成，季夏夏脸色实在不太对劲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吗？我笑嘻嘻地蹲在她面前，她眼中浮现出恐惧。是你。隔天季夏夏要出国一趟，拍一个电影 MV， 国内可没有那么太平。有人包下了市中心的整块大屏，私人包下的引起了热议。很多人猜测是不是有钱人求婚很接近了。我默默地肯定，只是比求婚更劲爆一点。屏幕突然亮了，传来男女的喘息声，接着是一阵律动。女人的脸十分熟悉，是刚刚爆红的小花季夏夏。那个男人看上去却是年纪不小，提枪上阵几分钟就不行了。由于重点部位都被马赛克，视频循环播放了一整天。接下来就是纷至自来的黑料，出入夜总会和男人纠缠不清，恋爱脑。爆火的太快的弊病就是没有死忠粉，网上骂声一片。季夏夏彻底完了，她被经纪人勒令立马回国。我相信有人比我更想知道季夏夏回国的这个消息。果不其然，季夏夏的回国路没有那么顺畅。她特地走的 VIP 通道，可我再次见到她是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她下机场被人攻击，昏倒在机场。攻击的人已经被押到了警察局。季夏夏坐在床上，眼中的害怕不似作为。不是我，我是被逼的，我没有主动勾引他。我知道季夏夏口中的他，一手撑起徐家的风云人物，徐云来的亲生父亲，也是视频的男主角。我知道。我带着和往日没什么区别的笑，唇角微微翘起，因为是我干的。随着季夏夏眼底的野心越来越明显，她不满足于现状，经纪人给她安排陪酒，出入各种场所。她就是在那里碰上了徐父，酒后乱性，意乱情迷，一拍即合，她成了徐父不可告人的金丝雀。等看完季夏夏，我又转到去了警察局。你要救我出去，我要杀了那个贱人，他明明说过孩子是我的。徐云来暴跳如雷，父子齐上阵不是更加有趣？我收敛了眼底的笑意，我没有这个权利，我无辜的眨眨眼。不过你可以找你大哥呀。徐云来的大哥，徐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上辈子被徐云来害得很惨，不对，季夏夏那些消息都是你提供给我的，你是故意的。终于反应过来了，徐家举办宴会欢迎新任的总裁，我在不远处朝他示意，合作愉快。要不是徐父的这个丑闻，董事会也不会立马要求换人。徐云来进去了，徐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爸在这之前都不知道那个女人怀孕了，不过也不重要了。徐树眼中闪过一丝暗芒，看来徐父已经被控制起来了，真是可怜了我还没有出生的弟弟。本质上来说，我和徐树是一种人，自私虚伪，一样腐朽的灵魂。我不许医院断季夏夏的网，他就和疯了一样，整天看着网上的言论，手机平板砸了一个又一个。医生十分为难，让他砸，给他用最贵的药，希望妹妹可不要浪费我的良苦用心。接他出院那天，我特地带他绕着市中心转了一圈。一个商场正在举办见面会，主角正是季夏夏倒台后的得力者，此前被季夏夏压着没有出头之日。下车，让我下车。季夏夏疯了一样的捶打车门，我示意司机开门。季夏夏立马像脱缰的野马冲到那个女明星面前，我要杀了你。还好你明星反应及时，不然一张姣好的面容就要白瞎了。季夏夏被警察带走了，季奎英死了，警察怀疑是季夏夏干的，毕竟他和季奎英发生过矛盾。我没有，我只是说再也不给他钱了。季夏夏显然已经崩溃了，央求我救他。我怎么舍得妹妹去坐牢呢？连夜找医院开了精神证明，如果没有出错的话，季夏夏的余生都要留在精神病院了，给她用最好的药。我特地嘱咐医院，毕竟我还是希望我的妹妹好好活着。陶心被查出无法生育，她以前一直以为是季奎英的问题，没想到是自己。她坐在医院大厅，眼神中皆是迷茫。我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吗？没关系，妈妈，我一辈子是你的女儿。陶心抱着我大哭，我是真心的，陶心是真的把我当成亲生女儿疼。
上一辈子看到陶心和季夏夏手牵手，我也曾许愿，如果陶心是我的妈妈该有多好。陶老爷子也安慰他，是啊，我们还有秋秋，我也不愁后继无人。我大学学的经商，恰好可以接手陶氏，上一世的凄惨荒唐都已经离我远去。